说，不是我们有时候会收到有留言吗？别人都说，看你们两个的感情这么好，我们俩感情，然后还就是感觉像生活的一切的各种习惯什么的都是完美的匹配。我就想说，其实没那么好呀。那就两个人在一起，肯定没这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这么多年在一块儿，其实有很多习惯，生活习惯也是不一样的吧？就是不一样的。首先，我喜欢暗。你喜欢亮灯，对，对吧？像我就开灯的话，我只开那一盏小射灯，然后像你的话，就一定会开这个白光灯，对。就我也能理解，因为我眼睛就是因为以前不舒服，所以我对特别明亮的，我就自然会有点心理上的恐惧。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我看到你之后，我觉得特别特别想笑，就是因为你收拾碗什么的就太细致了。就每次要是等轮到你洗碗的时候，你就会洗洗洗洗洗个二三十分钟。我是会把所有的这厨房每一顿饭做完之后，第一件事儿刷碗吧。就人吃完饭之后，你不能坐下，也不能躺下，只能站着。但你这段时间站着干嘛？就刚好把碗洗了呀。这是我的一个，因为你洗的比较细致，我洗的没那么细致，我洗的有点快。每次我洗碗是把整个厨房都收拾一遍。我很快，太快了！每次我都偷偷摸摸看你在那，哎，我感觉这个太快了，这个肯定是没洗干净，感觉就浮皮潦草。还好啊，我就是放水，可能用的比较水流比较急，但是这个就是不同啊。嗯，这是一个。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会把那个厨余垃圾装厨余垃圾的小袋子放在水槽里面，有时候因为那个水槽还要接水嘛。所以会把那个袋子底下都弄湿。我记得你也跟我说过两次了，对呀、啊，叫我不要放在那儿，但是我有时候还是会放。那无所谓啊，就忘了。还有就是洗完澡洗头发之后，那个在下水口的那块会有流出来头发嘛？有时候我会发现你洗完头发，不是每次都会把它给清走。对，我不是每次。我发现了之后就会把它给揪走。没什么，就是一些小细节嘛。但是你不知道，我就看过一期节目，有个人就因为这个跟她老公离婚了，就是头发没拿出来，没有。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确实以前看过一些，说是因为什么生活中太小的事儿，因为这些事儿离婚了什么，或者打架啊什么，确实有。我就很，其实我在想的一个问题是，就是四个字嘛，其实你知道什么吗？相敬如宾，举案齐眉。是那个求同存异嘛？那你这个四个字儿其实放在很多领域都是对的，比如说你在工作中也是这样，是吧？你生活中跟伴侣的也是这样，你跟朋友也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起生活时间长了，就是我对这种可能别人可能点火就找到一些生活中的小小现象，你不太能习惯的这个现象，我现在真的是心中没有波澜。就想收拾起来就得了。其实因为从根本上还是一样的人，比如说那你要是特别脏那种，那我肯定不行。我知道了，我想说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在生活中达成共识的一件很有点搞笑的小事。就是我们之前，我记得好几年之前，就是比如说你出去跟你朋友去喝酒什么的，我确实是有点生气的，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有点过于执着于叫你晚上12点钟一定要回家，就是如果你不回家对我是有影响的，因为我睡不着觉，我有时候会想到，哎呀，反正我就七想八想，怕路上不安全什么的，就有时候说气话，就说你要是回来的晚了，你就不要在屋里住了，你就在外面沙发上睡吧。但是就上两天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他跟他朋友又去喝酒了，然后我其实那天晚上也没有也没期待说你12点回家也无所谓嘛，我就想着到时候我先睡。但是我那时候因为我之前躺在沙发上了，我觉得有点冷，我就拿了毯子出来盖着身上。后来到我该睡觉的时间，我就跑去屋里睡觉了，然后我把毯子就叠得很好，就放在沙发上了。等到我早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4点多，我一看，哇，这人怎么还没回来，我就有点着急，因为时间挺长的了，发现他躺在沙发上盖着毯子。我说小雷哥，你怎么不去屋里睡？你怎么说的？我说你这不是意思是让我在外面睡吗？对。我以为你那个放那个毯子放那儿，就意思说你在外面睡，我觉得挺好的，也不打扰你吧，这样我还少了很多心理愧疚。
可是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误会。对，就是我默默地达成了一些共识。我们想说的是，你不要对这个幸福这件事儿太过于纠结，就是事事很完美才是幸福，那肯定不是这样的。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就是尤其是两个人在一块儿生活这种，也是不是也有很多不同？但是你又觉得你可以适应这种不同。好，今天就到这儿吧，拜拜，大家多多留言，一键八。